第八水道李新汉。新汉会有帽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加加加。哇，中间那个最夸张的。林汉轩选手来自前金国桥，他前面来了两圈。紧接着下面的有第五水道彰化太和国小杨玄浩，以及第六水道同样来自彰化太和的周旭阳。这个项目的大会记录2分20秒78，对，加油！领先比赛中的选手就是前金国桥林汉轩，大会记录2分20秒78。2334这个进行第五项高年级民族组200公尺自由式进行决赛，总共有12组，首先进行第二组。